Chengdu, China. And you're live on the World Cyber Games dot. 波比。 这样的话，马上为大家带来精彩表现的两支队伍，分别是 FC World 以及是另外一支他们的对手 AB 两支队伍，相信是国内的 CF 战队 CF 的所有玩家们都非常熟悉的了。我们看一下上面的介绍，也就是朋友联盟对抗 About Lang， 这两支队伍是在 WCG 中国总决赛上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的队伍。 是中国总决赛的交手，也必将在今天燃出新的火花。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具体介绍。那在左侧，整个舞台左侧出现的就是 FC 战队，他们的 5人分别是 Vigo、 Fox、 Chamlice 以及 520。他们是来自成都本地的战队，所以现场也有他们的粉丝团来为他们加油助威，有着相当多支持者的这样一支队伍。 以他们的队名“朋友世界”来命名，战队的宗旨也就是没有一辈子的游戏，但是有一辈子的朋友。 CF 也正式给广大玩家这样一个平台，给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玩家一个平台，互相的认识，从线上走到线下。我们来看一下，在舞台右侧出现的就是 AB 战队，他们分别是色 Flame， 70K级以及 Eleven， 以及最后我们看到的哆啦 A 梦机器猫这样的，他们也是不远万里来到了我们最终的总决赛当中。 但是在当年辽宁地区是称霸一方，对，他们是来自鞍山的东北的队伍，他们是中国2019WCG中国总决赛的冠军队伍。是的，他们也是从 CF 内侧开始就已经鏖战在这片土地上面，有着相当多的比赛经验，各种大赛，我们看到这两支队伍都有着非常多的经验，已经准备完毕，这样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接下去的这场 Crossfire 的大战当中。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WCG 2009最终世界总决赛，在成都的现场直播，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Crossfire 项目，由 FC 对抗 AB 战队的较量。首先是第一个回合在三个地图上所进行。我们看到在这张地图上面，也就是谁先优先的获得150分，将能够获得上场上的胜利。整个 CF 是分为三个环节，那整体的3局2胜来决定最后的胜利者。对，这一个是第一个模式。 是打的团队竞技沙漠 ETD， 沙漠 ETD 是非常考究、非常的硬吃每个选手个人的枪法。对于配合来说，稍稍是并不是非常的吃重，但是每个人的枪法将直接决定之后的比赛是双方的气势如何。然后在中国总决赛当中，AB 的 70KG 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70KG 应该也是在队伍当中啊是非常的给队友们一定的心理支持，关键时刻的中流砥柱，也是跟他的体重一样。好的，那此时视角是给到了中狼的附近，双方还是在互相的探点，这个时候在前期分数是咬得非常的紧，14比14，两支队伍也是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小心啊，并没有让我们看到硬吃枪法互相进行。 这种冲锋式打法，还是慢慢的推进，打一个两两的小配合。这边看到了狙击手，很漂亮，这是 KG， 果然是中流砥柱。第二枪并没有甩中目标，等待着下一个猎物的出现，还在守着。哇，虽然说他并没有击毙对方，但是在自己的压力下，队友成功的将对方放倒。70KG 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他的70KG 就是自己的体重。 是的，如同体重一样的在队伍当中起着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又在守着。那很快就会有敌人出现，哇，意识是很不错，但是差了一点点，对方从门框上来帮他放倒。好的，现在还差6分。那我们看到了对面的逍遥，李狗逍遥也是展现出了他不凡的狙击手实力。那70KG 也是还颜色，直接放倒了逍遥，双方的比分依旧是咬得很紧啊。现在 AB 战队以31领先于对方的22。
好，我们看到 X 也是追回了不少的比分，在前期位整个有总共的150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在以一个互相的上场为主。然后在100分过后以后，要有一个，就是如果能拉开差距，那基本上就能拿下这个模式。对，一般以来，大家都是到了100分之后，才会好好的去想一想具体的一些细节的小配合、细节的战术来，因为最后的那几分啊，都变得非常的重要。好，应该是中门以外的走廊上就准备。好的，一个刷屏。哇，非常漂亮的一个刷屏，直接是把对面的五人全歼。这样的话 ，AB 再一次啊 ，AB 这一次应该是在对全歼之后是在比分上啊 ，AB 现在是在比分上是非常的领先，将近一倍的领先，领先17分了。相信 FC 要靠自己的团队配合。是 FC 当初在哇，相当漂亮的个人技术，直接的一枪爆头。那 FC 战队在整个中国区总决赛的时候也是惜败于 AB 之下。那也就是还颜色的时刻，似乎还并没有能够完全准备好。现在 AB 是依旧是在48领先于对方的34。黄金 AK 啊，非常漂亮的枪。黄金 AK 在比赛当中也是有着不俗的表现，他更快的这换弹加速度和弹容量。好的，这一枪没有打中。啊，这个南瓜头也是非常的可爱啊。对。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头的面子。啊，会的。这个是恶魔的那个面罩。好，这边是我们看到中门跳出来的这位选手是非常的漂亮 ，Vigo 是直接是阴掉了对方2名。哇，漂亮！漂亮！70KG 连续的2次甩枪，对，可以说是零时间的开镜，非常之华丽。好，依旧是向前推进，掩护着自己的队友，他知道自己的队友从中门杀了出来。他们其实控制了，在中房控制住了。就有非常大的优势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对面的逍遥Fox 完全一样的还手啊，也是以一人杀掉对方2个。Fox 也是 FC 的狙击手，是2个狙击手在这场战斗当中的较量，将直接影响之后的黑色城堡等等的比赛项目。啊，双方在中间进行翻乱战，两边的狙击手开始对打。我看出来，他们每个狙击手上来的第一目标都是对面的狙击手，然后再去负责剩下的部队。非常漂亮。现在，但是 AB 现在已经有20分的领先优势了。好的，20分的领先优势，如果能够很好的保持到比分上的3位数，将对于自己的后半程比赛非常的有利。现在需要 FC 就是打出一点激情，打出一点高潮，能够连续的刷屏的话，还有机会。是 FC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核心的人物，很漂亮。看到了520和 Champ 2个人的一个合理操作，但是还是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的焦点还是2位狙击手的人物。对，狙击手是能控制整个中间一条路都能控制住。是的，2支队伍的其他冲锋手的主要任务还是和对方进行一个友好交换，控制住对方的人数，但是2位狙击手才是拉开比分差距的重要人物。好的，又是一个爆头，可以看得出来现在选手们的枪法还是日益增进。基本上其实比赛当中用冲锋枪的基本全都是爆头，是想要用冲锋枪爆头还是需要勇气，因为头的面积比较小。还漂亮，哇吼，又是一个2连杀 double kill。 好的，看来 FC 不知不觉已经拉到只差十多个人了。是，如果能够在100分的时候啊是抓到个位数，还是对于之后的比赛还是有很多的还手。只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AB 的选手，而他们对面的就是虽然刚刚画面看到是 AB， 对的，出现的是 MC。 对，好的，这一个吸住对方相当的漂亮，最后的对方将只留最后一条缝的时候，还是成功的吸在了墙角，又开始进行对枪。 FCAES 这把枪其实换弹夹会比较快一点。好，这边的装备还是很艰难啊，给一身头盔，看看又是 headshot。 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血量，还是有一半，还能够有一番作为。南瓜头，哎，其实南瓜头真的是比较容易打的啊。南瓜头爆的被爆头的概率大了很多。哇，520被放倒， Vigo 也被放倒，70KG 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啊。看一下现在他们的 AD 的队长色已经刷到了22个 flag。 是的，我们一直都觉得是狙击手杀人多，但是还是队长确实很强劲，只是说狙击手杀人多而死得少。
而在 FC 这边就靠着 Fox 一个人下了21个 frag， 是520，目前还终于突破了个位数。这个时候团队竞技模式还是很讲究那个平均数值。哇，又是一枪，这两个狙击手今天真的是较上劲了。看，现在 Fox 还略微领先两分。哈、啊，是的，而且我们看到在两个狙击手较劲的时候，其他人也是发挥了起来，比分一度好的，哇。我刚想说要拉开到20分，又再一次被缩回。对，其实 FC 在这个模式当中一直在追分。哦，看到南瓜手雷，南瓜手雷，来炸一个南瓜出来啊，非常漂亮。虽然说没有炸到人，漂亮啊，一番乱战。虽然没有炸到人，但是把人都逼到了下面，啊、然后换了黄金 AK。好的，很漂亮，又是一个啊，也是被对方所放倒。这样的话，终于 AB 离最后的100分。啊，离100分这个分水岭还差最后的一分了。100分的话，如果一般是领先10分到15分的话，基本上也是挺难追了。那个是的，这个时候对于对方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对，果然15分，领先15分进入100。通常来说，团队竞技模式就是给两支队伍互相有一个目的。哇，零时间开镜的这一枪非常之漂亮，这一枪哇啊，漂亮，连续3连杀。看一下是不是还能够有之后的上佳表现。对，他又打出在中国总决赛的那连续的快速开镜的70K级，还有机会，还有一块肉。好的，哎，这个狙击手全是烟雾，烟雾当中真的视野烟雾弹，视野很受限制。等待烟雾散去的时候再次上来，好，上有一个人，哎呀，可是上下同时进攻将其放倒。好的，现在我们画面上出现的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正在摸索着想要出去偷掉两个，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就现在分数差的还是有机会，还只差了10多分，现在10多分而已，只要一个控制住一下中防。但是我觉得就是对面有70KG 这样的狙击手真的是挺难攻破的。是的，虽然说现在好的狙击手刚刚转到 KGKG， 又是一个漂亮漂亮，第三个有没有机会杀掉这个？他就第一球，哇哦，杀敌数到达了29，在所有人当中排名第一，同时也是永伟 CPK 刚才的优良表现，第四个，第五个，一穿二，第五个，好的，比分差距是直接大幅度扩大，116比98。哎呀，真的狙击手一发威啊，这对面就狙击手是一个很吃状态的一个单位吧，所以说他非常的需要选手们能够时刻保持好自己的好状态，但是状态一旦起来，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又有神助，比分差距14分。等会儿第二个模式，我们也期待狙击手的表现，因为第二个模式他们应该会用到大炮。好的，看一下现在继续的向前调整。但现在 FC 已经需要，就是说一波 rush 控制住中防，控制一段时间，才有机会把分数给扳回来。画面上面给出的是 Fox 也是等待着自己狙击手的发挥，但是还是被对面的70K 狙击手放倒。就这两名队员我都有交流过，我觉得 Fox 是属于沉稳型的，而 70KG 他会有激情的一面。激情型选手就是状态型选手，总是队伍当中的一个最不确定因素，但是他一旦发威了非常非常勇猛，而这时候队长的任务就是保持住他的势头。对，果然不知不觉 70K 已经35分了，领先自己的队长 Abbasa 是8分了，8分之多。刚刚哇，穿墙爆头，好漂亮。好，现在 FC 已经5个人，漂亮，已经有控制了啊，不过分数已经还是差了。哎呀，马上是分数差距已经拉开到了20分，非常多了，又是个3连杀4连杀。我们看到了刚刚说到队长色是被对方的是被自己的机会去超过了分数，就直接一个4连杀给对方以颜色，也是告诉超级我才是队长。对，好的，现在还是被AB 打出了气势啊，这气势真的非常之足。对，其实东北的战队普遍的就是枪非常猛，枪非常之硬的情况下，真的在我觉得这一盘 AB 基本没配合，完全没有配合，就是是 KG 每一次都朝他的想去的方向去，有可能就是也是四保一的那种感觉，是就是有颇有四保一的概念，对面四个互相进行一些小配合，而狙击手剩下10个，最后10人，而对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还剩最后9人，马上 AD 就能够拿到第一个模式团队竞技的胜利。对，他们也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精湛的枪法。
看一下最后的几人，但是似乎是我们看到了，哎 ，FZ 最后关头是忍住了，顶住了啊，顶住了压力，顶住了压力，是最后好像死五个，杀五个换一个，对，漂亮，漂亮，对方的分数 啊再次到达144比131。哎呦，只差11分了，不过对手还有5分。对，那如果说早一点，虽然说只差11分了，但是还有最后的5分而已了。如果真的是早一些的时候，如果还有三四十分的时候，就还有戏。对，但是现在一切还不好说啊！还差最后3分，有没有英雄的出现？会不会再来一个4连杀？最后的一个人了啊！虽然我们没有抓到谁干掉最后一个，但是却抓到了谁被最后一个干掉。恭喜一下AB 战队在第一个模式当中成功的获得了胜利，在团队竞技的模式当中，在沙漠 TD 沙漠 TD 上是成功的战胜了 FG 战队，占据第1分，3局2胜，期待着接下去一个回合的对抗。这一次交手可以说是在用自己的枪法很好的告诉了对方男意识北枪法，虽然你不是男意识，但我肯定是北枪法。AB 的枪法之凶悍，我是看到了对角色以及这个狙击手 7KG 的超强实力。来恭喜一下 AB 获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比赛，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调整好状态，给我们送上精彩的比赛。AB 战队不要太过骄傲，能够调整回来自己的状态，以认真的态度去迎战对方，也希望FZ 不要被刚才超强的枪法所打懵了。我们这边看到选手们的对话还是气氛还是很不错，对，非常轻松，毕竟他们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舞台上。是的，画面上面现在所给到的是 FZ 战队稍稍有一些凝重的气氛，毕竟刚刚是输掉了自己的第一个回合。作为 WCG 来讲，秉承的概念就是所有游戏玩家们的一个大聚会，而作为拓展项目的推广项目的 Crossfire 也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一个机会。两支中国 CF 最顶尖的队伍来到最后的国际赛场上面，展现的只要是最精彩的比赛就好，所以等待的就是他们稍作调整之后马上开始的下一个回合战斗。第二个模式将会在黑色城镇上进行，所要进行的应该是比较类似于 CS 的一个埋包，这样的话是5对5，双方应该是会进行上下半场各7回合的对抗，最后以总分来加起来计算究竟是谁能够获得胜利。好的，画面上面已经给出来，现在依旧是由 FC 对抗 AB， 在他们的第二个模式爆破模式上，黑色城镇上进行。果然看到大炮了，好，已经看到了大炮，大炮的拥有者是 Fox， 依旧是两位在那边互相暗自较劲的狙击手。手榴弹爆破模式，果然对面的 7KG 也同样是一个狙击手，对，也是使用着大炮，双方友好的交换了两人。现在先是由FC 战队扮演潜伏者，而另外一边 AB 战队将保卫者来进行守卫。其实 AB 战队我看过他们很多比赛，在爆破模式当中也是比较喜欢 rush 的，对，毕竟自己的枪法很有信心，而且在这一次似乎是一个顶前的防守啊，在对方没有展开射线之前，哇哇，最后关头是不是能够靠 Chen 翻盘呢？对，1对2，超这位选手他还有个外号叫秒杀，对，秒杀，就他刚才已经成功秒杀了对方，在对方落地脚步都还没站稳，在还没有开枪的那一刻就已经将对方秒杀。接下去还有两人，2秒，一秒杀一个，还有戏。关键是70KG 还在，是70KG 比较大块头一点，也就意味着一枪不一定打得死，得秒2下。好的，抓到了。侧路，哎呀，背后很漂亮的一块肉啊！我们看到70KG在很远端摆出一副没看到这边的架势，而在近端，在一个门背后是站了自己的队友，直接是一个包抄。对，这也是一种配合吧？这种配合，小范围的默契型配合，太到位了，太漂亮。漂亮，这个平时肯定锻炼不出来，只能依靠。这是鼻尖的交火了，哇哇，漂亮，成功，秒杀，秒杀，秒杀的打法非常的具有秒杀的风范。队长 ，AB 的队长。牺牲了，队长很尴尬，队长到底、哦、漂亮，大炮，队长很尴尬，队长现在还是汤团，好，啊，70KG也是被放倒，雷包埋下，对方还剩2人，局势对于 AB 非常的不利，目前是由 AB 1比0领先，但是相信第二分将马上被 FC 所拿到 ，Flame 也被 Flame 很可惜，并没能有效的击杀对方，这样的话几乎是一个完胜。
FC 战队仅仅只损失一名队员，就已经很成功的将对方放倒。目前在第二个模式爆破模式当中，1-1。看来 FC 并没有被上半场当中对第一个回合当中对方过于强悍的枪法所震慑住。漂亮！哇吼！看来 Fox 现在 Fox 看来并不是很擅长于在团队竞技模式当中的那把狙，而是更喜欢大炮这种沉重的手感。有了这个手感之后，看到他几乎是百发百中，在对方出现的瞬间。好，七七 KG 连续三个，漂亮！而且当中有一个手雷，哦，差点逆转。好，现在最后的残局1-1，手雷大炮，大炮手雷。刚刚七七 KG 连杀三人，是差点以一人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现在由对面的 Fox 迎战自己这边的 Eleven。哎呦，啊，很可惜，很可惜。Eleven 虽然只杀了一人，在队伍当中并不抢眼，但是刚才这一刻他成为了英雄。好，看第四场第四回合的比赛。这一盘整体的战术似乎我们看到的 AB 战队想要是马上遭遇到对方的野猪式冲锋了。好的，秒杀又是第一个秒杀了对方哆啦 A 梦，秒杀已经连续三盘了，在第一时间秒杀了对方的队员，让自己永远是处于一个4打5的状态，五打四的状态。好的，色不知不觉血就不在这减少。色作为场上队长，真的也是发挥并不是很好，在第四局已经打差不多的时候，他还是属于一个汤团。汤团，其实 KG 果然还而其实 KG 把汤团哥的分数全抢了过来，目前是积五分。Fox 刚刚是在被击中的情况下，好，哦 ，Fox 现在也是好的。好的 ，FC 拿下了第四盘的比赛，同时是一个完胜，相当华丽的一场战术。第五盘的比赛，第五盘，这个模式是打两盘七局的，上下各七局的回合，这个就是胜利达到七，换边。好的，现在还是这次双方似乎是打得有一些慢了，开始慢慢的摸，打得有点好像错过了。哎呀，双方这真的是擦肩而过。好的，向左走，向右走，出来一颗高爆手雷，里面也飞进去一颗，漂亮！一颗手雷是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然后跟上一个爆头。好，雷包再次已经埋上，我们看到黄金爆头结束这。FC 战队渐渐的进入状态，他们似乎对于爆破模式非常的有心得，每一次都是能够既埋了雷又全歼对方。对，其实四川的队伍就是比较善于配合和战术。是，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常吃配合的地图上面，总是能够造成局部的多打少。好的，我们换到了第一视角，看一下 Eleven。Eleven 拿着一个闪光，准备掩护着自己的队友。好，现在慢慢的向前，我们看到了推进式的大炮。好，七十 KG 的大炮，进攻大炮，漂亮！哇，这一绝对也是个盲狙。进攻型的大炮，太强了！这一闪狙啊，这一狙没有打到对方，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后面哎，不敢进攻，还是想等待。520还没有哦，他应该还有。意识很不错，但是还是有点失误。哇，他的。其实 KG 的手枪也是不错。好，现在 Fox 慢慢的向前推进。哎呀，不知道哪个方向飞来一发子弹将他解决，这样的话再次扳回一分。两支队伍在上半场的比分是咬得非常的紧，虽然说前面第一个模式在团队竞技模式当中AB 是给了对方以颜色看看，但是似乎在第二个模式当中双方又是伯仲之间，非常非常的接近。FC 也是全国非常有名的战队，冠军和全国冠军和之间的差距真的是只差一点而已。这时候还是在互相摸索着，四川的战队 FC 还是在慢慢向前推进，目前是3-3的小残局。从走位上面来说似乎还是不好说，现在还是完全一个对半开的局面，3-3 Fox 还是用的大炮。Fox 是吃准了大炮，每一局都是在队伍当中承担狙击手的职责。好，摸出了狙击枪，准备有一番作为，但是红色的烟雾是阻隔了他的视野。我们看到台下就是
FC 的，画面上看到应该是 FC 的亲友团粉丝团来支持着他们，在今天的最后这场战斗当中有最好的表现，相信他们能够在失去了第一个回合之后也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好，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其实 KG 来回的侦查。 好看到一人，双枪，其实 KG 也是双枪配大炮，双枪配大炮，正在刚才那一次出击没有成功，也是让他陷入了被动当中，一个狙击手只要是暴露了位置之后的路就很难走了。同样也看到了还是 FC 的粉丝团，现在是个二打二的残局，520背着 C4， 现在时间还有40秒，就这40秒中不知道 FC 是还能有怎样作为。其实KG 他就是有个特点，就是看到人会迅速可以开枪。好的，那这样的话雷包是已经埋下，现在其实 KG 要和自己的队友一起回防。对，都是应该都是一个狙击手和一个机枪手的配合，看一下双方都留下了自己发挥实力比较强的选手。应该要碰头了，漂亮，哇，几乎是甩了半个屏幕的一记甩枪。对，这一枪其实他本来应该是比对手晚看到，漂亮，哇，一枪枪法，一枪意识，第一枪是几乎甩过了半个屏幕的超强甩枪，而第二枪是完全瞄住了对方可能出来的位置，对，没有给对方一点点开枪的机会。哇，两个狙击手互相把对方的队员干掉，而且其实 KG 还是一个隔墙的。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4-3的状态，好，又是在 A 区的强烈交火，比赛打上我似乎还没有怎么看到 B 区的攻防战。其实 KG 又是一个 double kill， 哎，可惜树大招风 double kill 是之后直接被对方所放倒。对，其实真的，你看，其实 KG 现在的分数10分，遥遥领先于他的队友。对，可以说，之所以 AB 战队现在能够以3-5的状态支撑住，完全是依靠其实 KG 的个人能力发挥，但是还不够，毕竟团队，爆破模式当中真的是团队的配合太重要了。对面的所有人8-8、6-4，每个人的得分几乎都很平均。对，差的不多。然后我们看到了在 AB 这一边最多杀10最少杀2，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好的，一个隔墙的击杀520，哎，秒杀，被人家秒杀了，应该是闪光弹。哎，看到了 AK47S 是带瞄准镜的 AK。 对，带瞄准镜之后也是用的人，就真用瞄准镜的人还不多，但是你真用上的时候啊，效果还是很不错。毕竟啊，在战场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提早预知到，你还是没什么机会去开。开了之后，视角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只能看。这一分现在是4-2，应该是 AB 还是有优势。不过，看一下 Fox 还没有精彩的发挥。AB似乎是能够扳回一盘，这样的话整个爆破模式打的是非常非常之纠结。哎，这一枪差一点点。其实虽然是表演赛，但是他们也全部是用全部的实力。是，毕竟啊，作为一个拓展项目，这真的是让所有看过、玩过或者没玩过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领略一下来自于 CF 当中的风采。再次转到 Ada， 准备向前推进。哎呦，这个位置，这个意思啊，这个，这有完全有点猫捉老鼠的味道，就顶在你的脸上，而你却不知道危险就在旁后。哇！其实我觉得，哎，这一枪，如果这一枪击杀还是有机会的。好，5-4，5-4，爆破模式对于现在的 AB 来讲，还有机会能够直接在大比分上2-0放倒对方。好了，继续慢慢的，我们这次又是看到了野猪式的冲锋，但是冲着冲着发现情况不对，里面又有烟雾又有手雷的。野猪也是人，野猪也是有胆子的，野猪需要缩一缩。好的，配合上手雷闪光，准备突入了。第二颗闪光之后，对，等待着这一波强势的进攻。我刚漂亮，漂亮，进行了，哇吼，连续的3次击杀，我们看到了
比赛打到现在基本上全是一个 A 区的攻防战，但是黄金爆头转到了 B 区之后是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目前 FC 以6-4领先，拿到了局点，这一局的上半场的一个局点。这样的话双方在这个赛点的位置应该是打得格外的小心，中间各种烟雾弹用来拖延时间，大家各自来回的摸索一下，去摸索对方的站位，找寻机会。其实我们这张黑色城的地图还是比较平衡的，在就是没有保卫者和潜伏者的优势，等于说双方都有机会。就可以说随着游戏的发展，这以前一直觉得潜伏者厉害，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是保卫 者厉害，这每次比赛的时候似乎都有一种压倒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来来回回一直会倒来倒去，所以说就是更重要是看选手们。哎呦好的，第一时间是有一个失误，对，没看到人，但是第二时间是弥补了他的缺陷，漂亮。这样的话这一分似乎这个赛点对于 FC 来讲并不那么容易的得到，3-4的局面，3-4 AB 还是很有机会掐住这次赛点，能够成功的把比赛往下面再拖。哎，他轰进去了，漂亮。哎，闷在角落当中，两个爆头互相交火，一名队员、哎、好的，已经在中门又有交火了啊，隔墙的爆头，这应该是运气非常好。好的，6-5又扳回了一分，这样的话5-6啊，AP 战队现在终于是又抓回了一分，但是毕竟还是由 FC 战队所掌握着赛点。又是 AP 的一次攻防，大家都在那边来回的拉扯、啊、互相丢着手雷烟雾，但是至今只损失了一名队员。好的，我们有看到第一人称视角。来，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 Vigo。好的，接近之后，好的，所有队员一波而出，多拉 A 梦 ，three kill， 漂亮，哇，6-6，鱼贯而出的时候，多拉 A 梦以一己之力连续击杀对方三名队员，把比分扳成6-6平。最后的这一分赛点将由谁得到？啊，不知不觉，你看，AB 的 A 梦已经通过刚刚的击杀，已经来到了11分。是的，独自领先 ACE。就是我们 CF 中的王牌，王牌选手确实又是一个队伍当中的领袖，精神支柱型的人物。对，但是 AB 的 Flame 差距还是，对，到目前为止杀了一个人，确实很腿。好的 ，A 梦在刚才那场交火当中被打到了不到5滴血，但是还活着。哦，果然只有2滴血，2滴血的他究竟会有何作为？好的，一个手雷，而且是个普通手雷，炸死了。多拉 A 梦，看得出 FC 这边真的还是比较平均，9-10-10-7，哇，10-10-10-7了，有四个人的比分一样。对。好，现在我们看到 AB 战队似乎好有机会，4-2的局面，看看，关键看70KG 了。好。对，70KG 会有怎样的表现？70KG 一个人打四个人，应该是很难了。并且他只有一把狙啊。好的，我们上半场。FC 成功的很艰难拿下，恭喜一下 FC 在走个团队竞技模式当中失利的情况下，在第二个回合爆破模式的上半场成功的以7-6暂时领先，非常的期待两支战队在下半回合互相交换角色之后的表现。刚才我们看到了两支队伍互相来回之间的对抗，以及两支队伍都分别有像是哆啦 A 梦这种在劣势的情况下帮助队伍支撑起来的这种支柱型人物，非常精彩的比赛，非常的期待下半回合的开始。对，然后 FC， 然后画面上面也是刚给到的 FC 推荐互相 FC 一定要拿到7分，是的，就他一定要也要战胜这个获得这个下半场的胜利，他才能保证，因为前面是7-6。FC 在下半场拿到6分，他保平，他拿到7分，他才能获得这个模式的胜利。好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WCG 2009
世界电影大赛来自于成都赛区，最是成都现场总决赛的直播。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 Crossfire 的这一场表演赛，由 FC 迎战 AB。目前在第二个回合当中 ，AB 是以1-0，是以在上半场以6-7暂时落后。现在由 AB 来作为前辅者进攻。哦，漂亮，连续两个爆头，扫了半天，又是连。好的，漂亮。哇 ，AB 非常开心啊，这一分拿的不容易啊。AB 果然还是走了他们强硬枪法的路线。Eleven 的 Triple Kill。AB 战队已完全依靠他们的枪法，连雷包都不需要的，直接就放倒了对方。黄金沙漠之鹰。哇，又是一个手雷，闪光。跳出这一个配合很不错，看来二换二 ，FC 的配合真的是很不错。FC 的配合其实也不错的，完全不给 AB 以耍枪法的机会，给你闪光，要给你一个上下包夹，让你的枪法三打二。现在 AB 战队这一分难得了，刚刚其实 KD 把自己队友还是扫了两下。好，雷包已经埋下，就看手下的这几秒钟。好的，就只剩其实 KD 一个人啊，这一盘。这盘很可惜并没有能够拿下，现在双方战成了应该是是那边已经拆雷成功了，1-1。1-1，对。哎，这个爆破模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焦灼。非常的焦灼，两支战队的实力太过接近了。好了，继续是这一次有点学乖，哎呀，哆啦 A 梦。下半场到现在还没得过分，又一次被放倒。而且我看到现在其实 KD 使用的是 M4 了。是的，其实 KD 下半场还是如有神助，而对面的 Fox 作为 DPS 漂亮，二连杀，隔墙的连续的，连续两次隔墙击杀，当中还有个爆头，相当华丽的枪法，我们也是看得出来，他也是这个预瞄相当的到位。看看 Eleven 前面是拯救全队的。现在的 AB 战队还剩下最后一位 Eleven， 但是他目前下地数4状态还是不错，而对面呢还有下地数5的520以及下地数3的 Vigo， 漂亮。哇，这个反应非常好，反应速度极快，对方真的是还没有喘息的机会，很可能仅仅只是呼吸上的一进一出。看看520有没有机会，漂亮。520这一盘击杀，连续击杀三名队员。还以颜色也是一个零时间的闪身出击，我就不相信你每一次精神都能掉得那么集中。这其实也是 FPS 游戏的最重要的一点，你并不能够在每一秒都保证精神的高度集中。这一盘双方好像有点错位。猛防 A 碰到了猛扑鼻。对，这一个是 AB11 是留守在 A 牵制的。蛋糕头带了把斧头，准备是断后。应该 B 应该有交火了，已经因为有雷包已经埋下 ，CC 已经埋下。好的，其实 KD，MC 也同样非常犀利啊。雷包。Eleven，Flame。雷包是已经埋下不少时间，这样的话属于4-1啊。对面的圈秒杀并没有能够成功秒杀，毕竟对方有4个人，想秒也杀不掉，这样2-2平。双方在下半场依旧打得非常焦灼，目前是处于一个2-2平的阶段。这一分究竟谁会拿到，将又一次是对接下去的比赛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画面上面所给出的是其实 KG 的第一视角。再次转到 Eleven， 现在也是AC 转到了 Eleven， 两名队员都是目前杀敌数最多的选手。好的 ，Fox 这时候已经被干掉了。这个其实防守也有点错位，他们反突 A， 漂亮，漂亮，连续两个击杀，哎，看到了，看到了，手枪，看到的人却没来得及换，第一时间换上自己的手枪，被对方早早换上了手枪的击毙，恭喜 AB 再拿一分 ，AB 如果在这个回合当中自己赢的情况下，把对方的分数控制在6分以下，将直接获得爆破模式的胜利。对。高爆手雷，第一时间扔出去阻止对方的压前防守，同时烟雾闪光从上面扔出去之后，准备进行一个尝试性的进攻。好了，短暂的屏息凝神之后，等待着全队的一次进攻。艾德雷克手雷击到这边有防守队员，
啊，是被阴了。鹦鹉队 ，Camp队员非常的有意识，非常的有经验，先放走了对方一人，然后再达到一个 double kill。Triple kill 已经是，全是他杀的。Triple kill。现在还剩下最后两人了，4-2，这一个他们的王牌选手 Eleven 和 TCKG 都在。是对面的，哎，对面有一个 Eleven 这种汤团型选手，汤团型选手在上半场表现非常的抢眼。啊 ，Eleven 不是，是刚刚他掉了出去，重新进来，他前面应该也是杀了7个人左右。所以说两个王牌对4个，还剩两人，2-4，看小配合了。毕竟啊，现在的东北选手还是用着他们超强的一个个人水平，个人的枪法非常强悍。两个人互相掩护的向前推进，前有冲锋手，而后有狙击枪，还是一个比较立体的组合。对，时间还是有多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可观他们放下雷包。对，看他们能不能。但是雷包应该是被防守方守，被保卫者守在那边。看到了，看到了，哎，南哥头，好 ，Eleven， 哎，他们三个冲出来了，哇，前后包夹，最后还是包夹掉了。这样的话，双方战成了3-3平，太焦灼，双方的实力太接近了。每赢一分都很艰难，而且每赢一分都很开心。好像这一盘刚刚有点。FC 在中门有一个集中的一个手雷轰炸，一下子杀掉了对方一名，而且重伤了 Flame 队长，又被第一个牺牲了。看一下明星选手，TCKG 现在是换到了 FC 的狙击手 Fox， 对面损失了队长瑟尔，自己我们看到了 FC 战队还没有任何战斗减员 ，FC 现在连一点血都没有减，对，没有任何伤和王，哎呀，刚刚说到，这次也没有伤，只有王，而且也没有打掉对方任何一点 HP， 好，520，这一次似乎还是将会被 FC 所拿下，但是 FC 就说不好啊，不一定，现在只是3-4的局面。好的，依旧是黄金 AK 向前推进。这个时候等待着队友的突击，同时发起进攻。我觉得 AB 现在有点，怎么说呢？他没有刚刚爆破模式一开始刚刚那种猛冲的那种气势，感觉胆子是收进去了一点。但是这种，但是慢打，好漂亮。他毕竟要是像樱木花道那样是豁出去了打，才能够100%的发挥他的实力。对，现在是2-2，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虽然差了，还是差了一点血，不过他们明星选手其实 KG。好的、非常漂亮，又是。那现在就危险了。Vigo 的一次点射，最终也是放到了 Flame， 再由保卫者拿下一分，恭喜 FC， 目前是4-3 ，FC 还有两分，就能保证至少不输。慢慢的向前摸索，现在又是整个 AB 还是比较喜欢在 B 区展开他们的攻防战，各种手雷烟雾闪光扔进去之后来试探一下，但是相信前面两盘的那一次 camp 应该给了他们不少的心理阴影。其实 KG 又首先的手榴弹，三人的号一换一 AK47S 漂亮，哇，CCKG 的狙击枪真的很神勇啊！哎呀，同时放倒对方两人，这一盘2-4啊！我觉得 AB 这一盘又能够收入到AB 战队的囊中。好，哎呀，这颗手雷真的有点草率，落地的时候还没有拿起自己的武器。漂亮！这个手枪很漂亮 ，Vigo 有机会1-2吗？拿起武器的瞬间被敲了屁股。很可惜，这样的话打成4-4平，双方离赛点又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对 FC 来说，他一定要，哎，其实 KG 又直接首先把对手的狙击手给干掉了。手榴弹 ，KG 已经14分了。10K 这个，他其他的队员加在一起是11，加在一起也没他多，这个有点太过了。所以说，我觉得。AB 战队就算围绕 TCKG 打4-1的战术，我觉得
应该也没有问题。是的，四保一确实是他们可以使用的一个有可能性的战术。好的，二打二的局面，现在双方都有机会。其实把 KG 干掉了以后，我觉得，我觉得作为 FC 这一边，他们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一个四打一的战术。但是，曾经在中国总决赛有个队就是为抓其实 KG， 结果一直没有抓到。专业 gank 没能 gank 到。好的，其实他战术是抓其实 KG， 但是反而被其实 KG 都干掉了。四面八方上去围杀，四面八方开花。好的，那最后现在目前来讲只剩下 11，对，比分真的是永远是交替式上升。现在 FC 机会还是不错，两个人加在一起应该有170-180滴血。看到了，闪光啊，是雷。11的位置是已经暴露，而对方还有两名队员，并且 C4 还落在一个不知道什么位置 ，C4 应该在小道的位置。对，其实在小道，他漂亮，哇！闪身出去一枪爆头，对面还没有来得及扣头扳机，哎呀，第二次的出击就非常的草率了。他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再收一下，让对手摸不到自己的位置方向，应该让对手失去节奏，自己往后退至少过10秒钟的时间，让对方和自己再次回到平复状态。好了，这个模式 FC 也拿到了保平的，这是 KG 哦，这个。真的，我如果是对手，在这个地方就不会闪身出来了。哎，漂亮，烟雾当中的强点。哎，3-3的局面。好的，那这样的话，目前出一个3-3，并且 FC 在整体的血量上面是比较的落后。双方开始进入到好的 AB 这一分应该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 ，Vigo 作为 FC 的分数领军人物啊 ，Vigo 好的3-1，这一分应该是没有问题 ，AB 将会打成5-5。我们又有机会能够看到5-5，看到打平的情况，这样的话，下一场就真的是赛点了。下一分对双方都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 AB 拿到下一分，如果 FC 拿到了，他们就稳了。如果是被 AB 拿到的话，双方就在同一起跑线上。好，这分拿完之后5-5，最最重要的一分在这儿了，最最重要的一分究竟会怎样？双方打的还是很火爆，还是没有一点收敛的意思。对，直接中门就干上了。我们中门依旧看到了大炮对打的情况。好的，哎，我看到520也用了大炮。哇，我们看到了两把大炮，520用了大炮解决了对方的色，最后也是放出了大招来，直接手就是，哇，哇哈，这个反应相当之迅速。KG 的大炮快速而又准确，这就是狙击手的最重要的一点。哎呦，520连续大炮干掉全职狙击手，被对方的兼职狙击手所放到520的状态打上来了，还是他换了个 ID 呢？直接是有如自己队伍当中的 Fox 附体啊，超强的实力发挥。好的，应该说 FC 应该好的拿下了这关键的一分。FC 拿到了这一分的赛点，就意味着 FC 这一把比赛是在爆破模式当中目前是输不掉了。而且如果他能够再多拿一分的话，将直接获得爆破模式的胜利。AB 模式AB 战队该如何是好 ？AB 战队如果直接再拿连拿两分，以7-6的话，还能拖到加时。对，还能碰到这个模式的加赛。不过现在 FC 领先一人，就是领先一点点血。感觉AB 还是过于依赖其实 KG 的发挥了。你看他一个人杀了16个人，最后的这一分，目前刚刚520的表现让我非常兼职狙击手连续干掉3名。是啊，520刚才确实有点神乎其技，而且我就用一盘，平时好看他还不让给你看，今天又换回了黄金 AK。 好的，一个冲锋连续把 A 区小道这边的2名选手都清了。好的好的，这样的话似乎真的这是个魔咒啊，双方就永远是一分。现在这一从局面上来讲，哇，现在3-1，而且 Vigo 仅仅只有20-30滴血。这边还剩下 Flame 骑士 KG 和 Eleven， 最后去
围剿对方剩下的最后一面的啊关键时刻不忘埋雷包，我觉得这个雷包很有可能成为隐患。哎，果然成功的杀掉了埋雷包那个。一打二，这个时候我觉得一打二不明智，强行找机会去把雷拆了。不过他的血量呢还是比较少，所以一打二的时候真的是对面就跟你硬来，枪乱扫，漂亮，好六比六，好，接下来一分就真正是这个模式的一个盘点，究竟是加时还是第三回合？对，究竟是加赛呢，还是直接来到了最终的巷战的模式？手榴弹。好的，又是敌区的野猪式冲锋，各种手雷，我连续看到了应该有五六颗手雷同时爆炸，漂亮，哇，四打二 ，FC 你还是有机会，七十 KG 哆啦 A 梦 ，FC 还有机会直接把这场比赛给结束掉。看一下接下去的情况，现在还是在摸索着，目前四打二还是很不错，自己损失了 Fox， 而对面还留着啊。还剩下哆啦 A 梦一个人，应该说如果说一打四都能赢的话，那应该是不太会出现这个情况。如果一打四都赢四打一都赢不了，那后面这个回合估计他也赢不了了，但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四打一还是能够清取，还剩下最后一个人，还剩下一分半，莫非真的能出现一个人埋下雷包并且守住的情况啊？半路被秒杀所放倒，这样的话恭喜一下 FC 获得了第二个回合黑色城镇爆破模式的胜利，恭喜他们，非常漂亮，上下半场都是六比七拿下，是以七比六的领先比分拿下比赛，双方目前在整个大比分上面两个回合战成一比一平，一起来期待一下第三个回合的对抗。画面上面所给到的是 AEP 战队在刚才这一战当中应该需要一些短暂的休息，来互相总结一下刚才的比赛，交流一下这场比赛最接下去的这个回合究竟该怎样去打，调整一下呼吸和手感。这个模式果然是非常非常精彩，现在大家都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下一个模式应该对于整体战术的射中并不会那么的强烈，并不像黑色城镇那么强烈，而对于枪法的射中也不像团队竞技那么的强烈，相对来讲非常折中的一个模式。巷战原来是比较考验枪法，但是现在随着队伍的磨练，团队配合也非常重要，是非常讲究这种两三人的小配合，一个互相协防推进保护的一个打法。还有就是他们集体 rush 的一个互相的掩护，互相的照应非常重要，这时候兄弟就看此了，是不是能够像兄弟一般的在最后关头能够有所表现，能够为给自己的队友以信心，就看这一刻。好的，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WCG 最终的应该是国家杯的奖杯啊，究竟在几天的鏖战之后，在最后一天谁哪个人能够最终的举起这个奖杯，也是我们所期待，这也是 WCG 一直以来能够所传承的东西，也是希望在若干个年头啊，也是能有 也有 Crossfire 的这些队伍们队员们能够捧起这座奖杯。 FD 在总结了刚才这一盘的一些优劣之后，也是等待着下一场的开始，双方都很沉静，两边都没有了之前的一些AB 战队可能从东北过来，相对来讲比较疲劳，对，他们的疲劳也是可以从他们的表情上面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也是希望他们在这最后一个模式当中，在最后的几十分钟当中能够挺起他们的精神来奉献出给我们最最精彩的比赛，成为真正的王中之王，冠军中的冠军，最后的模式，最后的街面模式巷战。好的，现场这两天成都的气温下降是比较的厉害，选手们也是因为紧张，因为所有的血液流到他的脑中，四肢也会比较的发凉，所以说接下去的比赛真的体力耐力精神力以及团队的个人技战术水平运气都有考量。好的，所有选手应该马上就会进入我们的最终的
对面模式是选手们应该是已经正在等待着接下去一个模式的开始。如果刚刚有收看我们的节目，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WCG 2009最终世界总决赛成都现场直播的比赛，将会在 CrossFire 这个项目当中由 AP 战队迎战 FC 战队。目前他们在三局两胜的比赛当中，在第一个的和平精英模式和第二个的暴富模式当中，分别是战成1-1平，在最后一个模式当中看他们的表现。哇，一个刷屏，我们直接就看到了，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扮演保卫者的 AP 战队，直接一口他们强悍的枪法把对方直接五连杀。哇，斧头，最后是斧头的击杀，超强的实力，非常快速的在不到30秒钟的时间就拿下了第一分。右边的 rush 啊，超强的野猪式冲锋，没有给对手任何一点点喘息的机会，甚至都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站位就已经被放倒。好的，感觉东北来的战队就应该这样打。好的，哇哦，依旧是枪法，告诉你枪法能够凌驾于一切之上，在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地图上面，就是硬吃你枪法在正面上与你硬扛。好 ，X38，在这张地图上是捡枪图，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些选手没有用过的。好，漂亮，哆啦 A 梦 MCA 普通版。似乎到现在为止 ，FC 还没有能够适应对方超强枪法的这种爆发式打法。哇，一打一的局面，好，残局70KG对秒杀，对秒杀啊！铲子看到了铲子，难道用铲子对决吗？如果能够有一铲子把对方秒杀，这真的是将会被载入史册。AK， 漂亮！哇哦，秒杀，2-1，还有追回的机会。机会对，也是这个模式我看到过，双方5-0的分数都有过。好。像再一次双方终于是没有之前那么的热血了，开始要好好调整一下，慢慢打，慢慢打。可不是热血了，是慢慢打，可不是 AB 擅长的事情。所以说 FD 又找回了他们的节奏，这一分应该是能够拿下，4-1。哇哈，4-1，成功的放倒 FC， 拉到了2-2平。对，2-2平 ，FC 这支真正意义上的东道主成都的战队。能不能在世界舞台上，成都也就是四川的选手，在整体的 FPS 游戏上面确实是有着他们自己独到的天赋。对，其实很多其他CS 的著名选手也来自于成都。好的，3-2，现在 FC 2-2的局面了。现在刚刚其实 FC 还有优势，但是秒杀。现在还剩下 Vigo 最后一人，似乎还是应了我们的魔咒，这比分永远是交替式的上升，这一分将会由 AB 所拿到。 AB 现在2-1，而且两个都是满血，都是杀5杀4的猛将，哆啦 A 梦以及 70KG， 但是1-2还是有机会啊。看到了，好的，好，重伤了，没有伤血，重伤了对方的 A 梦。对，我就躲，打躲，果然又偷了一个，果然他就躲躲逃逃啊，一点血都没有伤，就把对手给干掉了一个。对，完全没有损失，偷了两下，把对方的 70KG， 哦，可惜啊，其实他没有看到 70KG 在另一边出现了，并没能成就最后的英雄。3-2，目前由 AB 暂时领先。在最后一个模式当中，这个模式谁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谁就完全获得了 CrossFire 这个项目的胜利。好的，这一轮对枪似乎还是看到了 AB 战队并没能跨过这个魔咒，枪法上面并没能降得过对方，最后关头还是被对方是扳回了一分，目前是3-3平。下半场最后的这几分啊，因为这个模式只有5分，所以说每一分都至关重要。我这个模式也是需要换边的。哇，70KG 发威失败，是被对方的 Fox 是端起了狙击枪来。差一点，这一枪没有中。好，但是打到现在，目前处于一个4-2 ，AB 战队这一场比赛又难打了。最后哆啦 A 梦也是被放倒之后，4-3，我们第一次看到了 FC 战队的反超。
FG 打得漂亮，想要上这一分，我们看到了 FC 终于在这个模式当中以比分与把对方反超之后，是不是能够顺势的拿下最后的这一分赛点，赢得比赛？但是 AB 顽强，哎，我觉得真的是双方都能顶住最后的压力。确实啊，最后关头我们又看到了 AB 战队给扳了回来，4-4，最后一个4-1，非常漂亮的战术配合。这样的话，还有最后一分，非常的重要。对，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下一个下半场也一定要打到5分才能获得看到。最后的这一分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了 AB 战队已经率先损失了自己一个重要得分手 Eleven， 现在处于一个5-4的状态，还不好说。啊，又是交换了对方的520，那这样的话4-4，4-4，好秒杀，3-2，现在是 FC 领先，东道主 FC 领先一个人。这一个人也是希望能够刚才那盘一样，时不时的偷两下，把对方偷死一个，也就能够。AB 还有他们的狙击手、明星狙击手其实 KG 和他们的队长。这一分拿完之后就没有一个互相接替上升的机会了，这一分谁拿了，谁至少就能够先获得半场的胜利。看一下最后双方很长时间都没有交火，都在摸索着对方的站位，都在等待着一次把对方一举击败的机会。现在3-2，最后杀一个人就能赢了。那一个人有没有机会能够杀到呢？双方很长，哎呀，又是交换了一个，目前是2-2，现在是2-2了，能不能够再偷掉一个？偷到一个就有希望了。刚刚 FC 我觉得3-2有优势的时候，应该三个人推进一下，是三个人抱团向一个方向猛冲。对，但是是给了对方一个偷的机会，也是导致之后是陷入了现在如此的一个尴尬境地。现在还有55秒。55秒之后就看血量了，但是大家好像似乎都是满血。对，会不会出现平局再来一次？哇，70KG 很漂亮，70KG 又一次依靠他的狙击枪，在关键时刻没有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没有给对方反应的机会，是直接放倒。从三，所以说我觉得 FC 这两个人就是连对手，一个场上队长，一个重要得分手，两个人的个人水平都是非常的高。但是直接是被对方每个人都伤了一点血，哇，他好危险，刚刚是哇，好危险，最后的一丝血摸出了铁铲，能不能够扔过去？他前面是，就是说非常的紧张，出去的时候还在换子弹，非常的紧张，连子弹都不敢换了啊、哦！恭喜 AB 战队，恭喜 AB 战队获得这半场的胜利，非常华丽。这样的话，我们又一次看到了5-4，又是5-4。这两支战队的分数咬的是如此之紧，他们的实力是如此的接近。对，其实刚刚最后一局 FC 是有优势的，3-2的时候他连续两个人，他我觉得还是应该抱团。是的，优势情况上应该是场上的领导并没有能够下达正确的指令，四战的搜索导致了被对方偷掉了一人，然后又重伤了另外一个人。那如果是三人抱团的话，无论是守还是攻都会很不错。终于到达了最后一个模式的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一个模式最后一个半场，最后一个模式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5局比赛。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WCG 2009最终的世界总决赛成都现场直播，最终的第一比赛日的最后一场直播 Crossfire 拓展项目的最后一局的比赛，来自 AB 战队迎战 FC 战队，穿越火线的最后一场世界的表演赛。依旧是很火爆，我们依旧是看到了，对，上战场很火爆，我们看到了上来枪法的互相之间的硬较量，友好的交换员这边损失 Fox， 而那对面损失了 Eleven。 AB 在这一个下半场同样要获得了拿到5分才能确保自己的，是的，上半场打成4-5啊，是不是在最后一局当中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加赛呢？哇，这个哆啦 A 梦我觉得他枪法还是使用的稍微这次运气非常不是很好，因为他先看到了对手的3-4的局面。这场比赛获胜的就能真正获得我们穿越火线冠军中的冠军，而且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个荣誉的名片，就是在游戏中的名片给发放。
非常至高无上的荣耀，等待的就是这一局之后才能够见分晓。大家都是国内最强的战队，但是说了不算，打了才行。好的，继双方继续是进入到一个冷静的时间当中。好，又是偷掉了一人，现在。哎，刚说 FC 有机会领先，再次是被 AP 战队扳回来。现在四个人加在一起，血量都不多。最后的较量，现在在下半场的最后一个回合的最后一分，二打一的局面了。这第一分非常的难得。这边还剩下 Flame 目前杀上了对方两人。哎，他看到了，竟然。对面还剩下秒杀和520。是不是能够再运用一些个人的小战术，再能够击杀对方一人？后面就还有的打。他其实。他的血比较多啊，看到了，慢慢的摸索，那一个子弹没有飞过来，没有砸中他，否则他现在暂时是知道了对方的动向，也就是为了避免不要暴露自己，还要慢慢的摸索静候下一次机会，必须得忍耐。而 FC 的就两个人，漂亮漂亮，哎呀，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又一次，如同我们爆破模式当中所看到的这样一幕，在第一时间打了对方最远端的那个人之后，发现在自己近在咫尺的一个位置躲了一个。这躲的位置真的是躲在了他的胳肢窝，他的眼皮子底下。他一出来，把他吓了一跳，把枪都扔了，换了把枪。在他换枪的那一刻，是直接发现对方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将自己所击杀。好，秒杀。如果说 FC 拿到了五分，而对手的分数在四分以下，他们就能获得冠军中的冠军。FC 3-2的局面， FC 已经率先获得了下半回合的第一场胜利，已经是现在优势慢慢的倒向 FC 这边，而且这第二分似乎还能拿下，目前属于一个3-1的局面。漂亮，其实这我觉得这种枪它非常稳。好，他换了 SG-552， 对吧？枪在前面中也没有出现过，哎，再次换上了 MC1， 慢慢向前摸索。现在他的两名对手啊都在侧边。有机会遭遇一个，但就看啊，是错过了。我没看到，马上在他左手将会出现。上一盘的情况有点接近啊，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哇，又是完全一样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战术。这个战术实在是屡试不爽。成都的本土战队一直用这个战术。这个战术哇，太不平衡了，太赖皮了。而且都是远端的被打掉，完全的一模一样，就没有人会在意近端。如此不可能出现敌人的地方，居然每次都有敌人在，这个配合太漂亮了，应该说是神来之笔，是来得巧啊。你要是 FC， 我现在觉得已经打出激情了，我们在解说台听到他们队员在不断的为自己队员加油鼓气。好的， FC 战队完全打出了势头，虽然说在第一个团队竞技模式当中以大比分落后，在第二个模式当中也是非常辛苦的才扳了回来，在最后一个回合终于我们看到他们打出自己的气势，成功的压制住了 AB。 AB 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队员，他的位置被知道了。哎，他刚刚 FC 其实他已经拿到了手雷，开不出枪了，但是可能 AB 的队员还是有一点点。 AB 队员似乎在疲劳上面，在各种心理素质上面都已经到达了强弩之末。最后好的， FC 又首先拿到了 First Blood。在摆在现在 FC 战队面前的只有只需要再拿两分，如果 FC 拿到，他能拿到了整个赛的赛点。但是这一分似乎 AP 战队没有想让对面如此轻易的得到。二打一，但是两人血量都不够。漂亮，其实 KG 单挑，漂亮，其实 KG 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以一人之力再次扳回了一分，并没有让对方得到赛点。恭喜一下 AP 战队，目前是得到了一分，但还是以1-3领先，并且在总比分上也是落后。如果说4-0，感觉真的是到了悬崖边上。好的，三连杀、哎、我们看到了哆啦 A 梦的直接 triple kill， 漂亮。哇，1-1的局面，又是1-1，应该很快就将结束这一局。很好的开始，并没有好的结束，虽然我们今天看到了 Fox 对抗 Eleven， 那杀敌数上面是相差了一倍，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哪，拼的就只是所见面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就看他们的零时间究竟能有多短。看一下
两个人屏气凝神等待着最后这一刻，无论是脚步声还是碰到任何声音。哇哇，这一次主动的狙击手闪击相当华丽啊，非常漂亮。他好，我们来自成都的 FC， 恭喜一下 FC 战队成功的在下半的回合当中已经获得了赛点，目前他们只要再获得一分就直接能够获得这一模式的胜利。但是我相信其实 KG 也不会轻易的让他们得到3-2，现在还是很有机会。现在3-2，很漂亮，又是一次剪杀之后。2-1，就是70KG 了，最后的。现在看70KG一个人怎么样，背后应该是有被打。哇，漂亮！这次并没有一个近点的人冲出来，所以说机会还有。现在单挑摸出了他的 AWP。他的哦，非常非常紧张。紧张啊！究竟敌人在何方？究竟什么位置会冒出来人？现在还剩下两个队伍当中 ，Vigo 对抗 70KG。虽然说现在 Vigo 血很多，但是在狙击枪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其实我相信这个时候双方两个队员都需要冷静，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思考，静静的揣摩这个时候对方的思想，对方究竟会从什么地方出来，对方究竟是以守还是围攻。互相的摸索，切记每一个脚步都不能踏错，越雷池一步将万劫不复。 FC 打的都真的是是的，都看到了啊，很可惜，恭喜 FC、恭喜 FC。 随着最终 70KG 的一次失误，并没有能够提前看到对方， FC 成功的将其放倒，下半场5-1，同时以2-1的比分反超，成功的拿到本次 WCG 2019成都最终世界总决赛 Crossfire 项目的胜利，成为了冠军中的冠军，恭喜他们，恭喜他们。非常漂亮的比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无论是在前期的劣势当中如何的忍耐，还是中期怎样的翻盘，包括最后关头的最后歼灭模式是如何忍住压力，抵挡住压力，是成功的翻盘，成功的战胜对方这样一支枪法如此强悍的 AP 战队。今天的 FC 这支本土的战队实在是表现得太过不足，也是让世人认识了他们这样一支有着超强实力，以朋友以友谊来支撑起的战队。对，非常漂亮，在成都世界自己的东道主，自己的家乡，在家门口获得的冠军真的是来之不易，同样也是和他们平时训练的心情和他们的汗水泪水所分不开。同样失败者也是值得我们所鼓励啊，对面的 AP 战队同样也是和 FC 一起给我们奉献出了这么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让大家在第一比赛日，在 WCG 的第一比赛日就已经享受到了一整天的精彩，确实是不虚此行啊。此时我们也是看到了 AP 战队非常可惜非常落寞的在那边收拾着他们的装备，打成这样真的是很可惜。我们看一下，很快今天的比赛到现在是已经告一段落，让我们看一看在明天会有怎样的一些对抗。还是需要感谢一下刚刚给我们带来精彩表现的两支队伍 FC 与 AB， 明天同样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战斗。明天应该是所有的其他项目的比赛都会进入到了小组赛的第二阶段，或者说已经进入到了16强或者8强的阶段，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些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首先看到的是在魔兽三的项目当中，将会由韩国的魔影迎战来自迎战他的对手是 Tank 六，那接下去呢，中国的 Sky 将迎战他的又一个对手，应该是乌克兰的 Magic。星际争霸项目 B 组将迎战他的对手是俄罗斯的 Bruce， 同时中国的 PJ 将迎战他的对手乌克兰的 Yamaga。CS 项目 CrossFit 项目 KZ 将迎战他对手来自于韩国的 Wings， 接下去非法项目将由德国非常强力的选手 Crowen 将迎战他的对手俄罗斯的 XA XOTUN。 魔兽项目依旧是由大牌的出现，韩国的两位选手 Link 和 Moon 将分别迎战他们的对手 Mania 以及 Soko。 接下去的比赛同样明天的比赛将会非常的精彩，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今天大家辛苦了，选手们也辛苦了，但是明天的比赛更加精彩，明天希望大家能再次光临。